3月17日凌晨4点，欧联杯淘汰赛第二回合继续进行，西甲劲旅皇家社会主场迎战意甲罗马，首回合主队客场0-2负于罗马，回到主场想取得晋级必须赢得2球以上，皇家社会的主场赢球率一直可以保证，而客队罗马的防守近期总是出现问题，上轮联赛被灌入4球，也体现出一点隐忧，需要主教练穆里尼奥及时调整球队防守状态。主队皇家社会在老将席尔瓦的回归下，进攻梳理比较流畅，防守也一直稳固，但要净胜罗马2球以上也并非易事。本场比赛考验他们的整体进攻实力，鉴于两队都有不错的进球能力，相信本场比赛会是一场极具观赏性的比赛。大致预测本场比赛，皇家社会至少在主场保持不败，两队的总进球数会整体偏大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希望在未来能分享更多的专业足球资讯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